啊，好像过头了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我踢瓦斯挖哦，睡眠的。好。三分钟可以。哇，没有棉到哎。哦，这个肉是蓝色的，可以再撞，你别走！啊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没事，可以再撞。Round two， Round two， 啊啊 ，Bye！ 他不是他，他转那个方向。我没办法，没事啊。他挂了，他挂了。他在挂。他不是快开，还是慢步？他只是在。哈哈哈！死掉了。原来他是真的白卡啊！不好意思，走不动了，脚麻了。真的是卡瓦、欸。卡瓦是别那种。飞龙种，黑角龙。我有黑角龙、哦。我在解析果龙了。你有了哈，我解析完古龙，他可是他没有跳出来跟我讲什么古龙。去看啊，啊，通常都是那个啦，我不知道，不敢保证，很多人都是故障。哦，嗯，可是我没有跳出来，还是因为我等级还没开，所以他先留。Maybe， 可能哦。走吧。谁呢？噔噔噔，你讲有药煲汤听，还是有鸡提汤听？那个电视那边电话号码是空八空空。又是大云呐！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中毒中到力量值吧。我没大赢耶，天啊！我还有更大的，刷太多了，更大的，大还要更大。以后展又跑出来了，还是有别的可以打，不然就打流展、啊。我看看，我先吃饭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要升三虎，都打、啊嗯，找你了。拜拜，谢你啊！啊，谢你啊！简单，好打。那我要拿锤锤，我喜欢一堆人在头上的感觉。一堆人在哪里在头上？啊，让他脖子断掉。哎呦！一堆人在抢头。所以肉打了吗？又了，啊、来了。哎、欸，流转龙跑掉，然后血鸟来了，这一只雷狼龙骑。好，该打雷狼。好，先打雷狼。行。啊，真假的？都是都可以了。雷狼会跑掉吗？太久会啊。血鸟来，哎、欸，血鸟跟雷狼在这里。在珊瑚，两个都是珊瑚的，对。還是哦，原来走这边出来的哦。有请第二位选手炫鸟。哒哒啦哒，哒哒啦哒。争夺地盘的痕迹。角落选手使出了闪光，啊，没有闪到。什么颜色的角落啊？你没说。阴暗处的角落，不要再看我了啦！剩五分钟啊，你要干嘛？在雷狼龙屁股后面啊，还笑一个，咔嚓！亚美龙，亚美龙，亚美龙！哇！
我们的血鸟选手撞赢了体重高他大他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这只雷狼就小了，好小哦，小很多哎、欸。所以到底是打哪个字？雷狼，雷狼。哦，好。我没有石头、哦。我带了。周围有很多那种。我去捡。再一次吧。我白痴，好像。哈哈哈。哇！我的天！我防你！大哥，叫什么？他过来！哎呀，我好像走边了。还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他还在急、啊，他好任性哦。你也行，哎呦，他突然自己撞墙就倒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判定是不是算骑乘成功呢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刚看到闪光，闪光来喽！小可爱别担心，救星来啦！好了，可以下来了。小可爱，担心一下。小可爱晕喽、哦！驯鸟来了，驯鸟来了，可以找驯鸟了。来了吗？在哪？我怎么看到？哦，看到了。你走不拍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点忙。不是你啦，我说他怎么不拍照？上不去，怎么了？可以骑了，可以骑了。光胎，光胎。哎、欸，拍照。拍照。没事。咔嚓。嗡嗡嗡嗡嗡！对啦，这个声音好大声！哎、欸，我要走了。哦，大哥。嗯。这次有小心，我再跟你讲。我就赖着不走。我不走了，我是说，我在上面不走了。好呀，你就一直骑在那边，别这样，是不是？猫的抓紧不放。啊！好了，我这样走了。你先把它骑下来了，等一下啦。等一下，我再按了啦。你让它跑了就走了。等一下。他们需要我，传讯息过来了，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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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了，你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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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了，来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在骑龙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他们了。好，离开他们，投入我们的怀抱吧。离开谁？来啊！我这一群猎龙伙伴。Okay. 我最近也看到你在猎啊。我昨天玩了12个小时以上，他可疯了，他可以啦，每天
这真的是死猫屋了。他连上班都不开起来玩。可以啦，那八点啦，别再练龙啦，我们要挖矿。好，我这边也可以挖，对不对，彩彩？可以啊，我每天都在挖矿。这边没有臭虫，这边才有臭虫。有，这边也有臭虫，超多。好啦，等我一下，我要过去了，我过去了。那边没有冰冻枪。有冰冻的子弹，真的有。我靠，那边没有滑索。什么没有滑索。有真的有。那边没有泡棉枪。有棉的。好啦，我过去了。有破坏地形。对，这次不行啊，可以啦。这倒不是。破坏地形部分的东西可以挖破了，玩家不能挖破，只有部分的啊。對啊，好啦，输了。哎，等你进来。好。噔噔。我不知道我的字幕有没有字中哎，算了，随便，管他的。随便。找啊东西。我的 OBS 的字幕我不知道有没有字中，但是我不念。你在开你也在开啊？在 Twitch 开台啦。对啊。哇。欸、本身就有啊。是不是应该跟上、啊、但是我台没要看。没事啊,FB 也是啊。我的台也没几个啊。哇。上一次彩彩跟橘不在啊。好的。对。欢迎等你进来，你要开进去是不是？来，我来了，哎、欸，我还是新手矿。你看我们，你看我们上角我们的等级吗？你看我们等级左上角，等级怎么了？15的。为什么你们变成25啊？因为你们没来，我们就练新的角色啊。想说旧的角色还是跟你们，对啊。然后新的角色不小心就练到满等了。对，真的不小心，真的是不小心的。对。现在25等之后要解升阶任务才可以，对，一个不小心就这样子了，对，我们大概玩了就差不多5分钟吧，对，不要再胡乱了，真的，我们遇到一个外挂玩家，我靠，我们在准备找说下面的路怎么走，他已经把那个茉莉叫过来，把东西都塞满就回去了。然后经验值不晓得为什么超级爆多，他挖矿经验值超级爆多。我们加野团，外挂吧，然后加到外挂，对，然后出来直接满等。好扯哦！这游戏可以加到别人哦。对，可以加别人，就你们不在，我们就是加别人。对啦，我们这个正常的角色都还是有，只是蓝色的等级就因此也变很高了。一个标等哎，好羡慕。你看，你们不在，我们都还是努力的，努力的生活下去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等我一下，因为我的滑鼠会滑到荧幕外面去，怎么会这样？滑出去了，抓！欸，但我发现我的新枪没有比旧枪好用，我用不习惯。你新枪是什么？什么经典步枪啊？但我比较喜欢突击步枪，哎。哦，看你喜欢什么啊？但是攻击差很多啊。而且，哎，对，我们要教你们技巧。对，因为我们上次有玩你们的职业。对，我跟巧克力配合的很好。哎，橘，你那只超强哎。对啊，我知道，超快。不是啊，摔下去，快要到地上的时候，然后钩索走。你之前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就不怕摔伤了，来不及按而已啊。然后。彩彩那个工程师也是，就是你摔到地面的前一秒，然后你用泡棉的话可以免疫摔伤。我上次不是这样救你的吗？哦，你有用过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晓得你会啊。我不是救过你啊。哦。可是就真的是要刚刚好那一秒才可以。你怎么变这个样子，繁星？我上上礼拜就是这个样子了哦。他一直都是这样啊。上礼拜是这样，不是？你看他绿色眼睛，整个都 O 哎。对啊。哦欸，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灯光问题啊，灯光问题。上次他因为戴那个眼镜，最后换的帽子看不到。没事。哎呀，就是你还是一样很帅。套用更改。彩的那个嘛，新枪还没嘛，对不对？还没啊。而且这次哎，你的任务跟橘是一起的哦，我们直接嗨起来。真的假的？我有什么任务？啊、我怎么不知道我任务？哎、欸，我重开我们的小枪任务啊！我重开一下，我等一下加你们。好，等一下连你们。哦，看到了。
直接 waiting for you 就回可以啦。Waiting for you， 什么意思啊？我常听。我看你还在 monster。没有，玩加入游戏了。我的位置，我这次要坐这里。各自坐好。脆弱的 Really， 要拯救三个矿螺。三个矿螺，没错啊。喂，我们等凡香再出马。好，我先去喝一杯。哎，对，我们先来喝一杯。出门前必须得喝。坠落伤害减一点的啦。哎呀，可以醉了。对，不怕坠落了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我的，这个时候就是要一边喝酒一边跳舞。不要，你那有版权，你那有版权，你那有版权，快逃！你那有版权，你那有版权，这有版权啊？会有啦，上次就圣诞歌还是什么的，很恐怖哎、欸。好吧，我已经跑走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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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， 大花准备起飞啦！咚咚咚咚咚咚！ Yeah， 是不会等人呢、哦。我是在这里等你们的，凶不凶哦？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门口，嗯嗯嗯嗯嗯，哈哈哈哈哈，卡在门口。我还没关门，我也没有。门刚好关起。你可以抱着我们的火箭。被我们飞到宇宙，然后你在外面抱着。对，我在抱着。好冷，我快没氧气了，快点，我憋不住。没事，再进来了。Rock and Stone 好暗哦。嗯，还记得怎么玩吗？没用的东西。矿螺，你在哪？矿螺。哎，消团。我们要消团。马上找到啦！不是，我们看到高处有东西。九，你要拉绳子下去吗？哎，好，等一下，就是我们拉绳子这么近。还好啊，直接下来。没有啊，怎么上？啊怎么上去？只要你回去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没有啦，没有了。好，射了，射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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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射了，射了。多一个人回去，多一个分数啊！有，他那边旁边有楼梯啊，有斜坡。反正我是一定走得掉的。而且那时候如果很高处，就是踩踩在脚下垫东西，你爬上去挖就好了。我们那时候是这样。对。这个好碍眼哦。真的。可以啊，可以来，可以来了。强迫症啊。哎、欸，地下怎么会有？就是可以挖下去啊，不行。对啊，那就我们先走这吧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这里又有消团。我刚好看到花哎、欸，我拿走了。哇，这苹果！哎呦，水母哦。阿萨西亚。有那个臭水母。水母女王、啊、打外号一直招水母。我拿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我拿新枪哦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新武器别忘了。我是冰冻枪。我打不到。有啊，冰冻枪打小只的还是可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打完了。我这里一堆啊，莫名其妙。多蜘蛛啊！哎，我这边超多，救命！我！哇，还有蜂蜜呢！哎呦，蜂蜜，我已经在损血啦！我也在损血了。我已经要不行了，为什么我这里这么多？你在哪、啊？看一下，我在中间啊，大战啊！我想说刚刚没有很多啊，我没有看到他哎、欸，我没看到你、欸。你在哪？你走在那里呀、啊？我看到啦，我一个跳就过来了。还有少剑塔在打你、欸，好好笑、
什么烧焦塔？我就那个，我捅到你了。好的，没事没事。为什么这里有那个啊？刚刚有人标记这个封木石，我就过来啦。谁标记的？谁标的啦？就你，你有弓手可以过来。就你在雷，就你在雷。我只是跟你说有什么、欸啊。你说有什么我就来啦。我这么相信你。太棒了，我等一下再标一个。我不要理你了。啊！不要这样。你是坏人。哦、忘记切。武器的，哎呦，补了一点血回来了。我的命不是命，我命也是命啊，不能这样说。就你，就你飘了，让我去送死。哇，吓死我了！哎、生命满了，生命满了，又是一条好汉。谁在打我？打屁打、啊！加油！当作没看到。谁？就是你。哦，这里有黄金，没有大只的哎、欸，太不准了吧！武器，相信你，狼蛛啦，蟑螂，蟑螂，哦，小那个、哦、小小帮手，我在叫喽，好，是什么？晃罗的脚，我拿到他的脚了，注意哦，我们今天要三只，有三只，这边有一颗，菊你过去。捡、嗯、花，哪里？猜猜标的、哦、这里。等一下，还更深呢。我这边差一只脚哎。好，那先努力帮你啊。他在这里。他那个都有发光，哎、欸、呦，好多只要过去找你们哦。我找那个中心点呢。好像我们有没有需要上去他们那？我没有那个了。哇，万能！下面呢？下面有两个矿螺小伙伴。我在干嘛？你在哪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有没有跳下来？你有没有跳下来 ？No， 万能吧？这把有点猛。哎呦，那边有一只大只的。哎，不，这里很毒。零度，冻结他了。我觉得我玩的有一点悲剧 啊！哎呦，菜菜来了、哎！下面啊，我们其实感觉应该要下去。呜、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 ！Watch your fire, moron! Watch your fire! Nathan， 小家伙，解决！我勾不到，菊可以。嗯，为什么菊有办法在那里？他外挂。我是外挂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吗？第二个东西来了来了，第二个这个绿绿的是怎样？就是要那个啊，小要把它组装在一起。哦，绿绿的哦，这个放进去，不能放啊！那放到小帮手，我呼叫。这个放在矿螺里面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升级材料。哇，太多了吧？升级材料，对不起，大颗的。加，蜘蛛来了！我来。哎，没事，全面冻结。什么啥？哇、哦，原来都在你们后面。凉快一下，舒服。哎、欸，一堆。哪里？哇，花花满了，我真棒。我明也放超多。你要死！是我斧头，大字的先打，他也在帮他们补血。哎，我没子弹嘞。我也是哎、欸，好巧、哦。呼叫补给，快点把阿仔的敲一敲。哎、欸，彩彩，你刚刚那个大个有放进去了吗？放进去了、哦。那个超猛啊！补给一下。哎、欸、嘿，又是一条好汉。Never felt better. 这里感觉还有
别只吗？我们完成了一只。刚我标的那一只在上面，但如果要拿这个的话，要繁星帮我拿。拿什么？就是这个要拿上去的话，哼，要你帮我。这只好了吗？这只打线上去。对啊，好了，那只好了吗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但是我忘记那一只在哪里。其他的在哪里？但好消耗啊。好像是在这边吧。我一直听到那个多多多的声音。那是上面那個。在上面是不是？嗯。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哦，哪里？这里吗？橘你说哪边？哎呦！我刚刚不要点啊，不要在那里，去不要打我，求求你！来兵了！喂，谁对我屠乱屠？气死我了！上面那里，对，上面那里有办法上去吗？再不要一次，不行，挖的哪里？就反正到这上面。我上去看看好了，等我一下。好、哦，有啦，不要得到啦。这里。好。看到我吗？这样子。然后可以帮我拿那个脚上来吗？下面有一个脚，有看到吗？有，我正常了。我拿了，你怎么了？我画面不会跑出去了，你知道我刚刚画面，我转方向只能向右边转，懂吗？一直跑出去是不是？对。那有一个脚脚。这个右下角很多角角，可以。可是它这个已经满了、啊，因为我刚刚装两只了。哦，那你修理了，就抱走啊！我这边那就要找第三只矿螺在哪？嗯，在另一边吧。哎、欸，你看它修好会跑啊，下面那只没有跑啊。嗯，下面那只不是修了吗？没修好吗？要下去看一下。这个、啊。嗯哎、欸，是他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听声音。还是在哪里？这里也是角角、啊。那我先丢这边哦。可是我听他在这个下面，等一下。你说嘟嘟嘟那个吗？对，嘟嘟嘟的声音、啊。没事，有老鼠，你不用怕。有喝酒。听到嘟嘟嘟。在上面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还是没有死？嗯，脚呢？哎、欸，我没有。不用怕，这老鼠有喝酒。这有一根哎、欸。哔哔哔，好像是那空降舱在哔耶、欸。我听哔哔哔是脚在哔耶、欸。对啊，是在里面。里面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好像这个方向哎、欸。你们去哪了？这没有声音了、哦，不是这里。这里声音越来越听不到了。对，橘在里面对不对？这边。在这边里面，但四处找找。哎、欸，这边很近哎、欸。这边又没有声音了，应该在下面。我这里都没声音。我这里有一个奇怪东西，好像是电池。这里声音最大，99。插入电池组件，我这边反正是修电池。嗯，好像是之后的。哎，我这里的位置声音比较大。好，那我们努力、嗯、各自去找各自挖。但我上去没有声音呢，至少不在我这，我这边是修电池的地方。噔噔噔，挖矿打怪、欸，是蓝色的那个东西吗？好像是绿的，反正就不同颜色，不会是白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按 table 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在那里。我没有看到藍色修理货仓，我修理这个会有一堆宝，对，有个蓝色的东西在那，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往那边去看看啊，那一台啦，
怕，被骗了，搞什么？冷静，冷静。欺骗我。找巧克力。我刚刚修了一个东东，我在教小帮手，小帮手过来。39个风50啊，19个黄金，满满的东西。你看这是开奖，存存存存存。哎呦，外观拿，你们、哦、还可以拿战利品呢，哦。嗯、啊，你们要过来，这边有 skin 可以拿。这个货箱，我刚刚修好的。那你是怎么过去的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是走下面那边过来的。下面有一条路，是不是？对。这里吗？你们那边超多脚的哎、欸！嗨。它只有一个那个吗？哪里、啊？我是走上面来的哎、欸。这是脚。哇！上面、下面都可以。然后有一些。大家伙们来啦！哎、欸，奇怪，我觉得应该是在……不要以为我没看到你，炸你全家啦！还想绕跑？还想跑？我觉得在上面呢、欸，一直有声音呢、啊。啊，这里了，靠！我就觉得这里声音很大、啊。有，反正还有钩手可以上去吗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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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看到我们吗？这里有有有有有。我有点抖，我就想说声音感觉在那抖，有点抖。It's me。一人带一只脚。上得来吗？还是我挖一个洞下？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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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便运脚脚上来吗？Oh. 对，我上去了，旁边、oh. 旁边有很多怪哦，加油，我在运脚脚，只要两个就好了。我掉，我卡住了，掉暴君。我先丢掉，我来，我来了。不要、啊，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哪里在下面？你们赶快上来，你们赶快上来。他看我。没办法，没办法帮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装脚脚。我们帮你装脚脚，可以修理，可以修理哦。下 ，no no no。喊冰炮，解决解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修了？我刚刚都装了，我刚刚都装了。C four。再一个，对，解解解解解，结束了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下去？一个 C 波无法解决，那就再一个。不是，懂了吗？为什么卡住了？你知道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知道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了吗？因为刚刚那个地方被 C 波给毁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个补给补给来了啊，补给准备啊，准备补给。我们等一下哦还要修复哎、欸。咚咚咚！哇！一人一个。哦，我们那天有人把我的补给给偷走，一人吃两个。对，我们那天超夸张。谁这么坏？路人。一个人就吃走两个，嗯，而且那天，而且他还输，对，就他把我的物资拿光了，结果他们就最后输了，因为他拿走物资，对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四人团队是很厉害的，真的，不累，猛猛的，滚，啊，炮塔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踩踩那个炮塔很棒，真的很好用、啊，喂，照亮，通通解冻，第二波来，后面后面，嘿 ，easy。
50%， 分散的。好、哦，超凶啊！我是加派呢，四战凶极点。喂，小枪也是很厉害的啦。还想隐藏？噔噔。有来吗？上面，哇，那什么？谁的枪这么厉害？又来又来了那个、哦，我要冲喽！好，跟你，跟你，跟你。啊，解冻！冻住，冻住，冻住！用力！射射射射射！他一咬我，我会帮附近的蜘蛛补血。哦，充能，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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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要充能。哎、欸，按哪个？哪里充能？哪一个啊？应该是刚刚那一颗吧。预放地燃料。哦。哎呀呀呀！组装，组装。来滴。嗯，这样又要守这里耶，换守这儿，反正火可以火力全开啊，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补给舱可以用。再来造个量，好，记得在线内哦。前面又有小团，小蜘蛛走开，有大字，有大字，冻结。后面一直在补血刀，有有有，挂挂挂！